杰伦好，该我好，该杰伦点歌。好，各位学员，学员哦，在休息室的学员呢，来了，听着喽。接下来几号？几号？我要点的是，26号。26号，嗯，26号。我也喜欢这个歌。这首歌其实我对它比较熟悉的就是在里面吉他，弹得挺好的，嗯，而且它是比较有节奏的歌曲。前面一开始那种 slap bass， 像弹 bass 的方法。我们刚刚听的都是情歌居多，嗯，我想说来一点，哎，有点中快版的歌曲。这个原曲啊，这个原曲到了副歌，我觉得是哈林哥喜欢的这个路数，好不好？节奏爱这个原唱。这个潘高峰的歌，潘高峰 ，OK。这个时候有听过这个歌吧？我有听过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又有一点期待了啊！我期待刘卓老师的，期待刘卓老师的编曲的。刘卓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啊。